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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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我们进不去，他们也出不来，所以呢，这次我们过来想多摘点给他们送过去。他们看到了也可以开心坏了。我们现在已经到了，这边呢是我们东海县的黄川镇草莓基地，就是种草莓的特别多。哎，这是什么草莓呀？红颜、奶油、红玉都有。哦，现在这多少钱一斤啊？这种的得27吧。27吧号，这是红颜的吧？对。能尝一个吗？能尝，能尝，这里尝一个，这也是。好，尝一个哈。对。味道蛮好的。这一筐有几斤呀？大概？3斤多。3斤多哈，感觉买个3筐5筐肯定是不够的。那肯定不够。买个10几20筐吧。20筐吧。20筐。嗯。行，那个买20筐。那不够。不够。不够。我现在从这边买点。然后我上别的摊位再找点。这边呢一共凑了13盆，待会到其他摊位上再买一点。13盆，对，好，这后备箱都摆满了。刚才13篮，再买7篮。再买7篮哈。嗯，要不我们都买一篮吧。嗯，都买一篮给婆婆吃。行啊。老板给我来8篮。好的好的。现在去送给青青他们吃，不过呢待会还要再开个把小时的车。嗯，好，出发。满满一车草莓啊，看着好壮观，看着、感觉是像卖草莓的一样。出发离开啊。我要说我要难过，好好说。我们到了，我先把车倒过来哈。哦，行啊，给金老师打个电话。喂，喂，哎，金老师，是什么？哎，对，我们到门口喽。嗯，好。嗯，好的，好的。金老师，现在是不能进去吗？哦，可以进去。哦，好呀，好呀。把这门子出来就放箱里了。张姐姐。张姐姐。哎。小姐，快点，姐姐，你好。不冷，爸爸哥哥好。哎，你好啊。想死你们了，来抱抱来。真美。以后家以后得上我家去。嗯，好的好的，每次都让我上他们家。拿着，这个给你吃。啊，谢谢谢谢红叶，谢谢红叶，可爱。放我口袋里。好多。对着你送我家去。姐姐不冷不冷，我的你们要注意保暖哦。那小小姐姐准备带你们去摘草莓，因为特殊原因不能去。然后呢，姐姐买了好多草莓带给你们吃哈。小健，爸爸。人家都说我和小健最像了。小健啊，人家都说你是我弟弟呢。我弟弟妹妹，我去拿草莓给你们吃哈。好。昨天跑我们东海买的。哎，好的好的。摘好了，红叶摘好了。大家分着吃哈。苏老师。好的。你也来看看吧。谢谢小姐姐。不客气。妹妹。谢谢小姐姐。不客气。
拿好了。哎，不客气不客气，拿好了。姐姐好长时间没来看你们了，也很想你们。想。嗯，今年夏天的时候呢，想来看你们，但是不让进来。姐姐希望你们永远相信光，永远勇敢，永远坚强。然后姐姐也很爱你们哟。I love you。姐姐很喜欢你们，然后以后呢，我会抽时间多来看看你们的，好不好呀？小乔姐姐，你这么爱。川南哥哥好帅哟。真帅吗？谢谢。哎呦，还真开心。真可爱，好香啊！你要是，好美。你多大了呀？啊，快十八了。快十八了。嗯。哎呀，那么小啊！红艳，你多大了呀？30多。老多了。那我应该叫红艳姐姐。不能。不能，还是红艳妹妹。谢谢小乔姐。弟弟妹妹们，我们一起加油哦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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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